第四十题，换成凹透镜后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个物体，哪个物体所成的像会最大？我们可以用画图法能够知道，我们越靠近凹透镜的成像会越大，或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凹透镜成了一个是正力缩小虚像，当它贴在镜子上的时候，它的像就会跟物体一样大，就是最大的。所以呢，就也可以知道，越靠近凹透镜呢，成像就会越大。所以第四十题呢，我们的物是最靠近凹透镜的，所以它成像会最大。第四十题问我们说，哪个物体所形成的像会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物。